笑，大仙不闹。我们来。好，这一波怎么打呢？首先走了，好吧，没有以后了。你稳两波，你真的不要急。你每次玩诸葛亮的时候，你特别想起行动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。你打团只需要一波。OK， 基本上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两个人头一拿，别人玩不了，好吧？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诸葛亮只需要一波，二技能踩一下，一层，他已经慌了。你个二一，按个大招死了，不用怕。这有经济不是随便打吗？有被动在手上，对不对？有被动在手上，谁敢来手？来手就是二一轰大，没了。哎，我接的真好，我哎，是吧？因为被动也没有了，我们在路上稍微攒一下啊。不爱走过去，看你们逮到他，踩一脚。哎哎哎，这小子做了魔抗，完了，魔女全部都出来了，我还是不能浪啊。小子往哪里跑的？啊，这哎呀，你什么？啊！这就是大乔，食我一大，再吃一大，吃，毁灭！燎原白斩，吃燎原白斩。哎，这个 CD 怎么慢这么慢呢？哎呀，好烦呐！哎，这打他不就完了吗？给一梭子直接爆炸了吧？啊！